迎大家收睇《你有奧運全線直擊》。今年度嘅奧運會已經係最後一天嘅比賽啦，依然有我江竹德啦，同埋 Cindy 啦，同埋霆鋒咧，係同大家主持節目。當然咧，都係請嚟不同項目嘅專家評述噶。Cindy， 冇錯。今晚我哋首先咧就會同大家睇藝術體操嘅比賽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請嚟咗香港藝術體操隊教練楊慧玲教練，我哋評述嘅，歡迎曬你。嗱，呢個時候我哋一齊睇下立邦遊七獎牌榜速遞，究竟獎牌榜而家形勢係點咧？第一位是美國啊，攞43金、37銀和36銅，總面數係有116嘅。第二位就係英國有27金、22銀和17銅，而第三位就係中國26金、18銀和26銅嘅。好啦，睇到咧就獎牌講完之後咧，同大家會馬上就係藝術體操嘅女子團體決賽。